别！先不要开讲话，走开！钱包，钱包！谁跟他一起来的？他住哪里？谁跟他一起来的？那边啊，谁约他来的？钱包，他什么关系？钱包，自己来的啊，跟你们什么关系？身份证，身份证，快点！身份证给我！等一下！不是啊，他现在到底想怎样了？是不是？因为他酒醉，我们现在把他带回去管束。你雇他，来，过来啦！你现在因为酒醉，我们要先跟你对警进行管束。没有管束，不然我们怎么让他带上车？好，因为你们没有控制他，就我们来处理。等一下，你们可不可以只给他最后一次机会？你还好吗？你还好吗？起来！我们不可能让他一直这边鬼叫啊！下次有拖不要揪他了啦，因为我们那就坐你们车澳门，坐我们车还要，我坐你们旁边。小心他口。或者没有亲友可以通知到我们派出所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他的东西先给他吗？对啊。他的那个外套在上面。对，外套在上面。这边。联系吗？还是在台中？不知道台中。又是台中，等一下应该会打给你吧。那我们叫林心啊，林心四分组过去了，不用你带出去啊，好，我们过去了，对，谢谢。